今仔日国民党南投县长候选人林明进，实在一撮国体检署提告，被告李文忠违反选罢法，针对挂布条宣传伊贿选，是一个超过伊抹黑的行为，提出告诉。今天啊，来按令申告啊，就是李文忠县长候选人呢，他用不实的哈、这种诽谤的名义啊，来诽谤我本人哈、向我的贿选哦、在被法院判刑四个月缓刑两年多，早就结束了，在几十年前就结束了。啊，我也获得啊两届的立委的选举，啊，这一次参选县长，我的资格中选会也给我审查通过了。他用这个不实在的哈、这个不实在的那个事件呢、一直在抹黑我。林明进指出，这次的选择提告是因为对手在全国拢挂抹黑伊的布条，还佫一直咧讲有暗盘的交易等等，是严重的影响到伊的名誉。明明中选会资格都已经给你审查通过，你还一直在抹黑，所以李文忠啊，他已经哈、是一个抹黑的惯犯，已经两次哦、被判刑了哈、同时也入狱坐监八个月了、他根本啊就是一个抹黑的惯犯啊，希望啊他收敛哦，不要再继续抹黑。我的布条是写林明真2002年贿选判刑确定，这是事实还是诽谤？所以我不知道他在告状，他应该先去问一下律师吧。委员，你这边考虑说反告诬告吗？我第一个没有时间，第二个没有兴趣的哈。对着选举的日子愈来愈近，林明进表示，希望大家当和平来竞争，提出好的政见以及政策，选民自由选择。记者郭伟麦采访报道。